顾老师简单的功能，顾我们这几年画出来的。啊，你顾离心和火星这两个都是煞星，煞星弄平安弄就是单单的，没有唱的。好的，运平就是多了几个人凑多了，就是这样，你就结跟通结跟通靠。对，然后另外这个每一颗都是不同的注解，那红色的就是阳，然后黑色的。属于一种占卜的啊，也是在占卜用的，只是我们把那个八字跟那个。奇门遁甲还有紫微斗数都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解释上它比较广泛，而且它会机事应文方便，随机者容易解释。一般如果你只有是六个爻的话，随机者很不容易解释，因为它只有象。现在我们把它变成有实在、有具体的那个情况让它看，它就比较容易解释。比如说，它像天马炮各有各的各种各。对对对，它就既加给他们挂上了所有的意义以后，它就可以解释。而且这个棋子大家一看都看得懂啊。是，不是？没有，我们的棋子无论在侧哪方面都可以，你也哪方面都可以哈。身体方面呢、那个你的工作方面啊，或者你的运势上各方面都可以的。是，最主要有兴趣，对，就有兴趣。但是他需要自己很繁复的什么公司或是没有，不要，只要有兴趣，然后对这个东西你就毅力认识。是，所以说你学这门课想说了解，因为你觉得这样学易学会不会很困难？不会，欢迎有兴趣的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，老师非常优秀。教得非常好。你觉得这门课会不会很复杂的感觉呢？很复杂，可是很好玩。对，那当初抱着什么心态来这边学那个易学的课程呢？抱着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去的一种学术。那接触一个多月来讲，其实说对易学是不是有比较初步的了解？初步了解有啊。所以学得很有心得，很有心得，会继续学下去。会啊，或是要再研究奇山吗？对啊，会是一个很新奇的感受，所以这个东西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。